聂玉娇，美娟挑不动了，你快拉她一把吧。哦，我去下就来。好。美娟，啊，队长啊，怎么了？这孩子有点儿，怎么，跳不动了？不，我是有点不舒服。哟，哪儿疼？队长，让美娟歇会儿，我来跳。等一下，聂娇，你怎么随便离开水车呢？还是把自己活干好吧。哎，哎哎，美娟，你要真的不舒服，歇一会儿。美娟，你渴了吧？喝点水，我替你挑。我不渴，我自己能挑。美娟，干体力活是得下决心锻炼，要紧的是精神可不能垮下来呀。金牛啊，田志雄怎么又没来呀？在家里搞预分方案呢。行了，预分方案，说不定啊又跟那姑娘谈心去了。哎，一天到晚就是劳动，累得腰酸腿疼，真烦死人。别提了，我原想这一生一世一定做一番大事业，哪知道高中毕了业回头能存当会计，整天算豆腐账。哼，你是自己找的，响应党的号召参加农业生产。你不也是一样吗？我是没考上。这都怨我妈，听了我姐姐的话，三番两次的去信，非让我回来锻炼锻炼不可。什么都是你姐姐。哎，哎，师兄，啊，你能不能到广州去找个工作？咱们两个。我已经给广州的同学去信了。怎么样？还没有回信。哎呀，有人说香港可好了。这话谁说的？我二婶儿。哼，那儿可不是咱们去的地方。美娟，咱们回去。我不，天还早着呢，你再陪我坐一会儿。我这账簿还没有收拾呢，明天吃过晚饭你还在这等我。我不嘛，明天再说明天的啊。
你再坐一会儿。秀英，师兄还没回来呀？怎么，没有回家吗？没有。到现在还不回家，准又是和陈美娟闲扯去了。青年人嘛，谈谈恋爱有什么关系？你说他们这种恋爱是正当的吗？我看没什么。这也要看和什么样的人谈恋爱。陈美娟是地主婆聂一娇的侄女。聂一娇最近劳动的还不错吗？什么？不错。你别忘了，他不光是个地主，他家还有逃亡在外的反革命分子呢。陈美娟本人并不是地主啊。可你也得看聂娇是在把他往哪条道上领。我看问题没那么严重吧，你和师兄谈一谈，叫他好好帮助帮助陈美娟吧。金牛，你和他谈一谈。我？我已经跟他谈过，他很不耐烦。我看你们哥俩好，又是从小手拉手长大的，也许更能听你的话。好吧，回头我找他谈一谈。官运叫我告诉你，台湾就要反攻大陆了，会不会像过去那样干打雷不下雨啊？我去是没准备好，这回可不同了，美国撑着腰使得劲儿足着呢。哦，那官运是不是也随他们一起回来呀？哦，官运呢，他在香港有特殊任务。就是不派他回来，他也会想法回来的。这儿的老家他多会儿也没忘啊，要是官运能回来就好了。那边急着想要共军沿海防务的情报，还要熟悉沿海情况的人。我这次冒着风险回来，一来想看看二嫂，二来就是为了这个。我想二嫂无论是为国为家还是为了官运，都应该帮这个忙啊。好，我想办法好了。二嫂，哦，这是官运叫我交给你的，也有我的一点心意。太费心了，他三婶儿。你们赶快走吧，方才治保主任从我家门口走过去了，说不定。二嫂，就这样吧，以后来信还寄到这儿。好。大妈。哎，金牛来了。哎，师兄起来了吗？也该起来了，进屋去吧。哎，金牛哥。哎，昨天晚上等你好晚也不见你回来，干什么去了？玩去了。玩去了？预分方案做完了吗？
眼看就要下收了，赶紧做出来，还得开设宴大会讨论呢。这玩意儿可不是一口气能吹出来的，现在已经弄得我头昏眼花了。上点心吧。谁说我不上心？师兄，最近有人对你有反应。什么反应？说你工作不负责任，不出操，不参加劳动，有事没事的净找陈。好了，说句老实话，我从心眼里还不想干了呢。我真没有想到你会说出这种话来，你是不是觉得本事大了，农村盛不下你了？师兄，我们可要听党的话，农业战线上多么需要我们这些知识青年呢。哼，还少了我这个臭会计。你这是什么思想？有帽子你就扣吧。师兄，好好想想吧，你这样下去是太危险了。金牛，怎么？变了，我真没有想到。金牛，世雄怎么了？大妈，没什么。啊，那我给你准备饭去。大妈，不用了。不行。吃完了饭再走。你打算怎么办？我看今天晚上找几个会儿，好好帮助帮助他。好吧，我再找他谈谈。哎，师兄刚回来的时候表现的还是不错的，可是最近一个时期呢，他表现的不太好。为了帮助一个同志进步，今天大家都来谈一谈，啊！师兄，你坐好。师兄，你对工作有什么意见和困难，也可以说一说。我没有什么可说的。田志雄既不出操，又不参加劳动，可预分方案呢，到现在也没有做出来。我不是在紧赶吗？这个乱豆腐账那么容易算呢？我看你没有拿革命工作当工作，没有为人民服务的心。干别的工作就不是革命了，就不能为人民服务了？那为什么非到城里找工作呢？我看你是瞧不起农村。这也不犯法。你再想想，咱们刚从学校回来那会儿，你是怎么表示的？现在大伙儿都在热火朝天地建设社会主义农村，你倒想溜号。反正你们不同意我和陈美娟好，就到处找毛病。这是什么话？大家给你提的意见不都是事实吗？你整天和陈美娟在一起嘀嘀咕咕的，不安心在农村。我们并不反对你找对象，可你得有个阶级观点呢。陈美娟是地主女儿，可她自己也决定不了家庭出身。要不党对地富子女为什么采取争取教育改造的政策呢？对，虽然一个人的家庭出身是不能选择的，但是他完全可以选择自己的前途。
像雅雅妙同志，也是地主家庭出身。由于他能听党的话，自觉地进行自我改造，并能严格要求自己，背叛了原来的阶级，还入了团。可并不是每个地富子女都和雅雅妙同志一样，有的甚至为封建复辟、为反革命活动出力，做他们本阶级的继承人。那你说陈美娟呢？出宫一步三摇，收宫两腿飞跑，整天呢净想吃好的穿好的。我看他就没和地主家庭划清界限，从你和他接近，你就走下坡路。谁还没一点缺点毛病？世雄，你应该好好再想一想，你这样没有阶级观点的和他混在一起，是你改造他，还是他改造你？哼，金牛那帮穷小子绝不会答应你和田世雄结婚的，他姐姐和他妈更不会同意。那当初你为什么让我跟他好？我原想田世雄是个队干部，他姐姐和他将来的姐夫都是党员，又是正副队长。你要是和他结了婚，在这个村儿，谁敢对咱说个不字儿？可是，真没想到，这帮穷小子竟寸步不让。唉，这个世道要是再不改变，真是没我们出头的日子呢。美娟呐，从前你年纪小，我有好多话没对你说。现在你长大了，懂得好歹了，我就……我就什么都对你说了吧。这就是你爸爸和你妈，多富态。这是你二叔和我，多体面。美娟呐，这就是我跟你说过的你三叔陈官运。你看多神奇。二婶，你给我看这些东西干什么？干什么？我不是跟你说过吗，你爸爸跟你二叔在土改的时候让那帮穷小子给气死了吗？幸好你三叔逃到香港去了，不然……你还没看见过咱们陈家的祖产呢。美娟，你怎么了？你别总对我说这些事儿，我不愿意听。你愿意听什么？他们为我和田日雄的关系开会了。二婶，我真愁，我该怎么办呢？哼，他们对田世雄不会怎么的，对你呀可就不同了。地主的女儿，府是干部，大帽子给你一扣，不逗死你也得羞死你。二婶，那你都快给我想个办法。那你就得听我的。嗯。师兄，
你对陈美娟到底怎么个看法？将来怎么个打算？这个你也过问。姐姐是关心你的前途，也是关心你的终身大事。你跟金牛好，和谁商量过？你怎么会说出这种话？我和金牛的关系是比较密切，你说有哪一点不对？我们两个人有着把家乡建成社会主义、共产主义的共同理想，可你和陈美娟呢？哼，净挑好听的说。我再问你，你为什么跟金牛组织个会，来整我呢？你这是说的什么话？这是大伙儿看到你进来思想不对头，帮助你。帮助？哼！你怎么把同志的帮助看成是整你呢？把地主女儿当成亲人，你这是什么阶级感情？世雄，你想过没有？你这是走下坡路。你跟我走什么路呢？我一定要管。只有一条活路，到香港找你三叔去。你三婶也没孩子，你去了，吃穿玩乐还不都是有你呀？那田志雄呢？一起去呗。恐怕他不准愿意去香港，他跟我说过，那是有钱人天下。那就在你了。他既然爱上了你，还不得听你的？那他要是怎么也不肯去呢？哎呀，你怎么白长这么大了？他不去，你一个人去。那怎么个走法？一会儿我给你写封信拿上，到黑泥坑找你二姨，他会送你们俩出去。哦。万一田师兄要不去，你可别把你一个人走的事告诉他。你们俩怎么还吵啊？到底是为了什么？叫陈美娟迷住心窍，看不上农村了。啊，是真的？师兄啊，可千万不能忘本了，他们是什么人家，咱们是什么人家。妈，你也这样说我？我看你们这是诚心和我过不去。婚姻自主，我连一点自由都没有了。你说什么？谁的话都听不进去了？你是不想在这个家待了？不待就不待。你们都嫌我，我走好了。师兄，你给我滚回来。妈，别理他，看他能到哪儿去。长大了，翅膀硬了。你就这样家里闹翻了，不想再回去了？不回去了。那你打算怎么办？到广州找我的同学去。那我呢？万一找不到工作，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，那你说怎么办呢？师兄，我倒想一个办法，不知道你愿意不愿意。什么办法？咱们到香港去吧。什么？去香港？
你看你那吓人的样，香港怎么了？我三叔在香港，找他帮个忙，我看准行。哎呀，我不是跟你说过吗？香港是洋人，是有钱人的天下。我不同意你去。师兄，不去就不去呗，干嘛上那么大的火？美娟，我真没有想到你会这样，你绝对不能去。好，我不去。可你去广州，我怎么办？你在家等我，我一来信，你马上就找我去。好吧。妈，怎么了？我一夜也没有睡好啊，你弟弟到现在还没有回来，这孩子也太任性了。妈，这还不是你惯的。哎，做老人的就是这样。妈，你放心，我一会儿就去找他。大妈。金牛，快进屋吧。哎。秀英，世雄的情绪怎么样？昨晚就出去了，到现在还没回来呢。哦，你交来过没有？没有啊，怎么？方才啊，宁雨娇到队部找我，说陈敏娟从昨天晚上一直没有回家，两个人都不见了。金牛，会不会有什么问题？不会有什么问题吧？不，你就要这样急忙的找上了门，这里边一定有鬼。向主任回来了。是的，坐吧。您是几时从台湾动身的？怎么没有事先通知我们一声，也好迎接您呢？不必客气了，陈处长。最近为什么有关共军的沿海情报和策反工作一点也没有进展呢？主任，您是知道的，难呐。好吧，叶局长决定把你调回台湾。那这里的工作，这自然有安排了。这次叶局长拟定了一个和共军斗争的新计划，待盟方一核准，就立即实施。哦，那调我回去做什么呢？这个嘛，暂时不能定下。只要看你对党国的忠贞了。这是我刚收到的一份情报，请您过目。你这又是从情报贩子手里弄来的马路新闻吧？哪里，这是我那人冒着生命的危险亲自从大陆带来的。你太太亲自带来的？是的。
平兵布防位置，雷达。陈组长，你认为这个情报可靠吗？绝对可靠。这一带过去都是我们陈家的地，我最熟悉了。好吧，我把他带回台湾去，再研究研究。上次我要你物色一批熟悉共军沿海情况的人，找到没有？我已经找到20几个了。嗯，那你要在8月5号以前把这些人带回台湾去。好吧。这是经费。这好办。好，就这样定了。我们台湾见。台湾见。这工程啊，请问县委王书记在哪？在那儿。哦。王书记，王书记，哎呀，老李，哎呦，哦，你还是当年打游击那股蛮劲儿啊！这是军分区的张参谋长，王书记，好，欢迎欢迎。哎，老李啊，咱到指挥部坐吧。啊，好，走走走。哎，坐吧。哎，跟我吧。哎，老李，你们是无事不登三宝殿的啊？我们是来向县委汇报一下最近的敌情，顺便看看海防哨所。哦，是来检查战备工作呀。好，欢迎欢迎。哎，老李，有什么新情况吗？是这样，美蒋想冒险穿翻大陆的阴谋被揭露以后，又有了一个新的阴谋，想在我们广东沿海一带打开一个缺口，建立什么游击走廊。想得好美呀。偷灯的具体计划一时还摸不清楚。哎，老李，前些天陈官运老婆装成港澳侨胞跑回来，是不是与这件事有关系？是啊，为了进一步掌握敌人的情况，把他放回去了。哦，你们先喝水，我把武装部长和公安局长都找来，咱们一起去。那是最后一个哨所。好吧，咱们到哨所看看去吧。好吧，走吧走吧走。哎呀，王书记来了。王书记，你请坐。坐坐，谢谢你来了。林爷爷，快坐。请坐请坐。好，坐。来坐，来我来吧，你坐。林大爷，你们基干民兵呢？哎，王书记，别看我们这些老民兵啊，敌人要敢出这上来，嘿嘿，哎，
就叫他去见阎王爷。好啊，有你老这股刚强劲儿啊，敌人就不敢从这儿上来。我看他也不敢呐。对，不过也不要麻痹大意。秀英，你们基干民兵呢？金牛把他们抽去挖渠道去了。你回去告诉金牛，一定按照县委布置那样去做，生产海防要一齐抓，生产建设再忙，也要把祖国的南大门把守好。敌人并没有在那儿睡大觉。目前，外部敌人想阴谋篡犯，内部敌人也一定要有反应。你们一定要做到这一条，在战备的基础上，把沿海的民兵工作加强，充分体现毛主席的人民战争思想，就可以挫败敌人的任何阴谋。张参谋长，老李，你们还有什么要求吗？没什么了。就这样吧，咱们再到别的哨所看看去。对，那咱们走吧。先走，再见，金代。再见。安仔，队长在哪？在那儿了。秀英啊，你来干什么？有事儿，你来一下。秀英，到底出什么事儿？我问你，为什么你把上级的指示贪污了一半？什么指示？生产海防一起抓。是一起抓呀。那哨所呢？哦，原来是这个，我还以为出了什么大事呢。我不是留人了吗？可你留的是两个老爷爷。你放心好了，甘超超敌人要来要来，可一次也没有来过。就是真能来呀，也不一定就在这几天来，就是在这几天来，也不一定就在我们这儿上来呀。把那么些壮劳力白白放在海边望天，你说多可惜呀。金牛哥，王书记常跟我们说，别忘了还有阶级敌人，要提高警惕。可你呢？这我都知道。县委和军区对咱们的海防工作提出批评了。错了，我检讨好了。小错可以检讨，犯了大错，给党和国家造成了损失，就是检讨也来不及了。王书记叫我告诉你，生产任务再忙，也要把祖国的南大门把守好。你呀，不吃点亏，是得不到教训的。你为什么往香港跑？这份情报你是从哪儿弄来的？局长，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情报，我光知道二婶给我写了一封信。这么说，与你无关了？你要知道，你这是一种反革命活动。局长，我……你要老老实实交代，对你还可以从宽处理。
小张，有，把他带下去吧。是。我要南海大队。南海大队吗？我找田秀英同志。这么些天了，连个信儿都没有。我已经托人找去了，他会回来的。田大嫂，田书记，挑水呢？什么事儿啊？我想打听一下，田会计回来没有？你问这个干什么？我是想，美娟是不是跟田会计一块儿？你是说，我儿子把他拐走了，是不是？我只是这样想。聂娇，你说这话有什么根据？我侄女走的那天晚上，田会计不是也不见了吗？你侄女把我儿子挑唆走了，我还没说什么，你倒跟我们要人来了。你，哟，田大嫂，干嘛上这么大的火啊？我只是那么说说，我也没和你们要人呢。那你给我走开。妈，好，我倒要问问你，要是他们俩是有人挑唆走上了一条坏路，你又该怎么说呢？那今天我们这个社会里哪会有这样的坏人呢？什么事情都会有个水落石出的。对对，那我就指望着田书记了。田大嫂，我走了啊。秀英，吃饭，别再搭理他了。师兄回来了。站在那干什么？回来了还不进屋？快洗洗脸吃饭。这些天到哪儿去了？到广州找我同学去了。同学们没给你找好工作？同学也下来支援农业了。我还当是你跟陈美娟在外边过一辈子不回来了呢。洗脸吧。陈美娟呢？不知道。你要好好想一想自个儿的问题，晚上我再跟你谈。先洗脸吧。哎。师兄，陈美娟的这个下场，你没想到吧？真没想到。你早就应该想到，大伙儿也提醒过你呀。姐姐，我错了。你错在哪儿呢？我真没有想到聂雨娇这个地主婆还那么恶毒，我更想不到陈美娟会这么口是心非。我错，
我更错在把大伙对我的帮助看成是整我。你说的对是对，可是还没挖到根儿上。我是说思想的根儿上。师兄，要我看，是满脑袋的个人利益把你给烧迷糊了。农村盛不下你了，看不到社会主义的远大前途了，忘掉咱们自个儿的阶级，分不清谁是敌人，谁是自己人了。姐姐，你说吧，你往下说吧，狠狠地批评我吧。哭，能改正错误吗？你呀，栽了这一跤，谁知道以后你能不能懂得该怎么走道呢？姐姐，你看吧。放心吧，我已经派喜欢监视他去了。对，我去了。弟兄们，你们经过了几十天的艰苦受训之后，都具备了与共产党斗争的能力。现在你们立大功创大业的非常时期到了。你们一分队是先遣军，担负的是人所不能为的事。我希望你们在邱司令和邹副司令的率领下群策群力，为反攻复国开辟一条通路。你们登陆成功之后，其他的分队也就相继出发。这是叶局长一点小意思，要转交给弟兄们，你们把它分给大家。是，完了之后到我那儿去下。是。64号，哟，72，25，83，哟，67号，42，哎，24。13号，55号，有，29号，哎，这也不错，大家好好休息，做好登陆准备，走。睡一觉吧，睡一觉吧，干点玩吧，来。哎，高刺激，怎么样？可真够刺激呀！啊，我说高刺激。这是刺激你去卖命啊。我这次登陆是吉是凶我看还很难说。登陆的在蓝海村，不过根据可靠的情报，那儿的民兵把守很严，在离岗哨右侧200多米处有个大洼洞，从那儿上去就不会有问题。上去以后必须在天亮以前进入百花山，建立根据地。
主任，这样不太妥当吧？离天亮只有四个多小时，每个人的负荷量都很重，是不是先找个地方隐蔽一下，等天黑了再横越公路？计划已定，不经盟方批准，任何人都无权更改。那我执行命令好了。这是毒药，每人发一支，万一落到共军的手里，不成功便成人。总副司令，哟，快到换车点了，你下去叫大家换上共军的服装，到甲板上集合。是。邱司令，共产党弄得你家破人亡，老婆改嫁，儿子被杀了，你这次去不仅是为国复仇，也是为家雪恨啊。我们要准备好，说不定这几天。不许动，举起手来。你们被逮捕了。等等，快快快，司令，什么时候发报？等会儿再说。总副司令，把橡皮艇沉掉。沉掉。是。我们必须赶到那边大山里，天亮就麻烦了。这么多人一起走，露了马脚怎么办？那你说怎么办呢？我们分两路走，你看怎么样？好吧，走。有情况没有？发现一个黑东西，不知什么时候飘过来的。不好，有情况。队长呢？在哨所。你们赶快把他捞上来，我找队长去。好。好。金牛，有情况。什么？敌人上来了。喂，起来。金牛，你赶紧回去集合民兵，封锁公路。好，赶快准备好到门口集合。是。喂喂，赶快接武装部。
来，注意了，注意了。公路都被民兵给封锁住了，连他妈一只破船也没有。唉，往哪儿走？哎，同志们都休息的差不多了吧？该行动了。你们是哪个部队的？3721奉命抓特务的。啊，是一家人呢。这特务都藏到哪儿去了？真难找啊！同志们，走吧。你们看出来没有？他们拿的是美国枪。我看准是特务，怎么办呢？黄小妹，你赶紧找解放军来。我们在这儿想办法把他们吸引住。好。哎，你们等一等！副司令，干掉他们算了，你他妈的不要命了！想办法躲开他们，快走！哎，等一等！你们上那边去找吧，我们从这边搜。你快把人带到林子里躲起来。走。走。副司令。又他妈的耍什么花招呢？赶快去找船，早点离开这个地方。你们在这儿把他们吸引住，你要干什么？想办法搞掉他们。打！小陈，把手雷弹给我。上去，走。
准动！报告民兵司令，报告民兵司令，请你们不要杀我，我有很多情况要报告呢。不要多啰嗦了，等见到我们上级再说。走，起来。蒋匪特务们，你们被包围了，快投降吧！快投降！快投降吧！你们投降不投降？不投降，我要扔手榴弹了！投降不投降？出来！你看，投降了！哎，快出来！快出来！出来！快，给手！快，把枪给我！我这边的。司令，走吧。你这个死顽固，给我走！叫什么名字？邱正光。多大岁数？45。担任什么职务？广东反共救国军第一中队司令。你讲一讲来大陆的任务吧。我不知道。看样子你要为蒋介石卖命到底了。嗯，你知道人民政府对待反革命分子的政策吗？没听说。我们的政策是坦白从宽，抗拒从严，立功受奖。别来这一套了，骗出我的口供，不是枪杀就是活埋。长官，我说的是真的，除邱正光一个人，我们都相信解放军优待俘虏。那邱正光为什么不相信呢？他是此地人，我听他说过，他的全家都被你们给杀害了。你知道他家在什么地方吗？是什么坡头竹子村？哼，到现在你还执迷不悟。今天就谈到这儿。秀英，你到坡头公社去一下，把邱正光全家都带到县里去。好吧。老方，把这批特务全带到县里去。好。大娘，等你儿子来了，好好跟他谈谈。哎。只要他能老老实实的交代，还是会有出路的。好。你看，这都是谁？妈，阿芬。正光，你邱正光，你们好好谈谈吧。谢谢。秋霞，春辉。他就是你们的爸爸，他是特务。
在台湾听说你们都被共产党杀害了，可真没想到你们都在，而且知道错了就好，你要向政府好好交代。政府对我们可好了，这些年我参加了劳动，日子过得一天比一天好。你看他老人家60多岁了，身子骨还这么结实，两个孩子也都上学了。我真愚蠢，一直被蒋介石蒙蔽了20多年，为了赎我这20多年反共反人民的罪恶，我要立功重新做人。你这种态度我们欢迎，你准备怎么样立功赎罪啊？我们是先遣军，后面还有第二分队在台北候命，二分队的人员准备登陆地点我全知道。你再明确一点说。我们胜利登陆的消息一发出，他们很快就会出动。你们登陆以后发报了没有？发了，昨天我们一进山洞就发了。我估计在这1-2天就会派2分队来。好，你回去再好好想一想，看看还有哪些问题没有交代，都把它详细的写出来。是，你回去吧。根据邱正光的供述，与我们掌握的情况基本相符。张参谋长，你看我们下一步怎么进行？我们马上请示上级。对。安全符号打了没有？打了。我亲自检查了原标，没有任何含混。手法录音核对过没有？核对了，没错。侧向方位呢？和地图坐标完全相符。要是一中队一登陆就落到共产党手里，现在是在他们控制之下，和我们玩把戏呢？派出去的人员都是党国忠贞之士，您放心好了，这是我派向主任亲自看着他们上路的。这么说，缺口突破了，局面打开了，我看是没有问题。你打算让待命的8个分队什么时候出发？来个趁热打铁，我看见后天。我本人对你还有个小小的要求。我们有7个工作人员，打算随你们这次一起去。你同意吗？同意，同意，我当然同意。好，那么空投和8个分队登陆同时进行，给共产党来个措手不及。根据上级的指示和我们所掌握的情况来看，敌人不仅派第2分队，还可能有更大的阴谋。逃亡地主陈观运在香港搜罗了一批地痞流氓，在台湾经过一个时期的受训后也要派往大陆来。敌人认为邱正光已经安全登陆，打开了缺口，就想派更多的人来。哼，这位叶局长真像一只饿狼，有失就上啊。哼，不管派几个分队来，都逃不出我们的罗网。对，时间紧迫，我看
就按上级的指示准备接收。开始准备吧。可以了。喂，开始点火。一共35个。好，准备射击。是，准备射击，准备射击。对准敌船射击。是，对准敌船射击，对准敌船射击。Thank you.
等等！怎么少了一个呢？天雄，干什么？跟我来。好。哎，你看，啊，在哪儿？山腰那儿。跑掉！好，你在这儿等我。哎，官运，我说共产党和我们玩把戏，你偏说渗透成功。我是按照您批准的计划执行的。好了，别啰嗦了，你让我一个人安静安静好不好？好，再见。